或者来，过来，你在那儿遇到的事情，我都知道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你自己，啊，孩子，经过了这一番的磨难，你已经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小男孩了，啊！个漂亮的小男孩了吧？啊，我没有妈妈，没有，没有。妈了，我是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。我爸爸说，等你回来后，就住到我们家去。我爸爸妈妈也说过，我爷爷也是这么说的。那有什么用？那不是我自己的家，不是我自己的妈妈。妈妈，好了，别哭了啊，别哭了，孩子，你应该为有这样的朋友和这么深的友情感到高兴啊！啊，真的，小魔哥哥，我们家真的欢迎你。
怎么不高兴啊，小猫哥哥？我为你的妈妈感到骄傲，孩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不想要这个尾巴和脚了，现在和我们一样了。着急啊！告诉我，翠翠婆婆，在哪儿传递消息最远？传递消息？传递什么消息？小萌哥哥。传递消息？传递消息？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就是送信，那就是邮局，邮局传递的消息。是啊，最远最快的了。嗯，翠翠婆婆，小猫哥哥他怎么了？没发烧啊。嗯，翠翠婆婆，小猫哥哥他怎么了？别哭了，我想想，我想想，我传递消息最远就是烽火台了。烽火台？烽火台在哪儿？烽火台嘛，
他就在长城。长城。小青龙，小青龙，我。